今天刚好是这个一南一北啊，两个一头一尾啊，你们的落差只有1400，哇，你们这个一个不小心抉择错误就输了。现在只有6783层楼，18个信箱，25万的智慧新币，所以这边只有加没有减的情况下，谁的不需帮谁的忙，只有你可以帮你自己。先答后答，果果。后答，见招拆招，对吧？对对对。张博森是呗？好，谢谢助理。乳牙换牙后的牙齿称之为恒齿还是臼齿？恒齿，请揭晓。你答对，太好了。问他这种题，跟问他爸爸叫什么名字一样，怎么这么太简单了？来，我叫臼齿。我要选六楼之三。六楼之三。普通哎。可以了。一万是普通。一万留是普通。你觉得要留吗？先不要，因为你只能保留2次而已。放弃，果果准备，请出下题。含氟的牙膏可以预防蛀牙还是保护牙龈？预防蛀牙。请揭晓。请选择。8楼之3。8楼之3，漂亮，这就是个漂亮的数字。哎呦，漂亮的哇，18000元。哦呦，在中间。厉害，要保留进账。你们这样的一个落差就差了快2万了。来，张博森加油，请助理。儿歌捉泥鳅是小牛还是小胡的哥哥带他去捉泥鳅？小牛。请揭晓。这什么题目啊？那有些题目其实蛮荒谬的，稍微是。来，7楼之5。7楼之5。哇，那个我不知道哎，那个题目。还可以，可是很为难。嗯，15000元，那就先留好了，先拉近贫富的差距。进账，这个现在看起来好看一点，输4000不到5000。果果继续，谢谢助理。儿歌《大象》的歌词当中是说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？妈妈。请揭晓。请选择。8楼之6。8楼之6。哦，所以他这个搞不好都是以为我普通。11500元。先不要。不要。嗯。放弃，因为现在还是领先嘛。请助理。蜂蜜还是龙眼蜜？它有抗菌的功效。蜂蜜。请揭晓。哎呦。好厉害哦！请选择。6楼之4。所以我们会有蜂胶嘛？啊，蜂胶抗菌啊，杀菌、防炎。哎，还可以，可是小尴尬。15500，你想要保留还是放弃？先放弃。告诉全球华人。全球，我先放弃。我想要一举致命。刷牙。放弃。果果准备好，请助理。龙眼蜜是蜜蜂采龙眼花朵的花蜜，还是在蜂蜜当中加龙眼？蜜蜂采龙眼花朵的花蜜，对吗？这题目是出自考，这是考试，这是在搞笑吗？请揭晓。请选择。8楼之1。8楼之1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好难呢。14500，哎呦，先不要，先不要，漂亮，帅，他没有答错，请告诉全球华人说你不要，全球华人我不要，你放弃了，好，下一个会更好。张博森准备，请助理。室内摆放黄金葛还是牡丹，有招桃花的含义。牡丹，请揭晓。这送分是哪？7楼之2。7楼之2。好惨。9000元，当然不要。对啊。果果准备，请助理。电视等级保护级是指15岁以下还是6岁以下不宜观看？15岁。
你果然还争取到了下一题。15岁以下，请揭晓。哇！16岁以下，15岁以下是辅导级。哦，保护级是16岁。换边发球，请助理。多数航空公司规定，每位大人可以带1名还是2名的婴儿上飞机。1名。哦，他们都压线。请揭晓。你可不可以带两个？好紧张哦，一定要弄这么紧张。刚就说两个都两个错得了吗？可不可以带两个？但是还有一题啊，各自还有一题。啊，不然呢？原来我当然可以带两个。如果人家有3胎嘞，那三个怎么办？一个人带两个。所以必须要夫妻，爸爸妈妈一个各带两个，一个可以带两个。那如果生5个的嘞？阿妈要一起。你出去！全球华人，他叫我出去的。你们今天搅得太紧了，真的好紧张。仔细想啊，想清楚再答。果果最后一题，加油！这个我可以，最精彩，也是要在6秒内答完吗？对，说是可以，会稍微宽限一点，但是他念完3秒钟之内讲答案，好不好？好好，请助理。选购当季食材与购买特价肉品，何者是属于环保的饮食方式？当季食材。选购当季的食材是属于环保的饮食方式。请揭晓。当然啦，因为特制肉品呢，我就要储存啊，储存就是碳排放啊，懂不懂？哦，她老公还说她答错，我以为是你讲肉负债累累，我想说。负债累累还答错，我以为特价肉品因为再不卖掉，他就要丢掉了，所以我是那个浪费的不一样，因为他储存就要碳排放。来，请选择。好棒，8楼之2。加油！8楼之2。加油！他如果在，还不错哦，还哦，恭喜你哦。好。16000元进账。好。漂亮，29000。好。你们差了2万。你抽到10000以下就输。是。谢谢助理。2023年台湾最卖座的电影是日本动画还是美国电影？美国电影。请揭晓。真的不可能，任务还在灌篮高手后面呢。对，灌篮高手太强。我有看灌篮高手。灌篮高手太强。69400元，恭喜果果获胜。从头赢到尾了，太嗨了！哇，他的礼物好像不错哎。对，我刚送给果果2个大奖。第一个是呢，宜兰凯度海景房120住宿券。凯度广场酒店位在宜兰的是乌石港客房，可以近眺龟山岛180度的日出海景，还可以体验全台唯一的海水泳池跟飘飘河，享受碳酸氢钠美人汤，品味星级美食，尽享全方位的陆上游轮假期。另外一个则是喜特利的全平面触控裸内是烘碗机，双层抽屉的空间能够各自放置以及拿取碗盘，容量很大，中西式的餐盘都能够轻松的摆放，时尚触控的面板，潮流黑全平面设计，百搭各款的厨房风格哟。全部送给你 ，OK， 希望你喜欢。知识就是财富，请努力增加你的智慧，累积你的财富筹码。想要打开金库的致富密码吗？记得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9点，就在《全民新攻略》。拜拜。全新赛事带你一起长知识，用你的智慧解锁财富大楼，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，全新攻略快点来订阅。